今天是沧州武术武林大赛的决赛，由神州武馆的魏启明和夜市武馆的叶正南争夺武林盟主，有请两位上台。闪开，都给我闪开。他们两个都没有资格，只有我才是擂主。景商，昨天你已经败于魏启明手下，没有资格再上擂台。哼，他昨天是怎么赢的我，他不知道吗？大家听着，我昨天输了比赛，是因为我喝了很多的酒，有人在我的酒里面下了毒，这个人就是叶倩倩，叶倩倩就是魏启明的人。景上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魏启明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没错，叶倩倩是我二师叔的女儿，她有可能在酒里下了毒，但是在这事情发生之前，我完全都不知道。魏启明，你胡说！我女儿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。今天，我就打死你这个血口喷人的畜生！爹，这件事情，倩倩已经承认了。什么？我们回去再说吧。他把我们叶家人的脸都给丢尽了！哼，大家都听到了。我喝了有毒的酒，输了比赛。中国人真是卑鄙，打不过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算什么英雄？我输得不服，我要重新回到擂台上。景胜，你已经输了，没有资格再在擂台上说话。魏启明，你算什么汉子？如果你是个男人，今天你就上擂台给我比一场，如果你能赢我，我输得心服口服；如果你输给我，你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我还跟你打什么呀？你本来就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我不和你打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不想破了擂台的规矩。规矩，你懂是什么吗？狗屁规矩！没有人可以战胜我，只有我才是擂主。景胜，你已经输给启明了，没有资格再和他打。你要是想再输一次，我叶正南奉陪。好，你还勉强算个男人。来吧，我提前送你上西天。
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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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棒了！好，好，好，下面比武开始。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，知道吗？你呢，要有点自知之明，否则的话，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打得不错。